看完我哋 YouTube 想支持我哋朋友可以点做啊？即刻嚟我哋大家真风骚嘅 Facebook 专页俾个 like 我哋啦，又或者可以订阅我哋嘅大家真风骚啦，可以打去 D100 嘅风骚热线咧，电话咧就系22971825嘅，又或者系 WhatsApp 咧就系91671611嘅。嗱，我哋嘅节目咧就系三小时嘅电台节目嚟噶，记得支持我哋大家真风骚啊！耶！翻翻嚟咧就咧11:36嘅呢个咧大家真风show啊！记唔记得咧今朝早上咧我讲 KFC 个名啦，咁啊亦都咧即系咧话讲优惠啦。你记唔记得咧前阵子咧我唔知点解啲人会相信呢个优惠噶？我从来都唔会信噶。曾经有人咧用过你哋嘅名去做优惠，你哋个个都以为系自己独有噶，但其实全世界都有呢个优惠，个个都有噶。你记唔记得咧？某啲嘅譬如百货公司啊。一啲公園啊，或者咩，跟住總言之咧，因為咧為咗咧我哋酬賓週咧，跟住咧，凡係你哋嘅名裏邊咧有個 E 字或者 A 字咧，你全部都有八折咁。係啊，身份證啊嘛，你嘅身份證嘅身份證裏邊有唔知咩字嘅話係啦，因為咧我哋咩公園嘅話咧就係要慶祝嘅就係50周年，係啦，只需要咧就係你可能今年50歲啦，又或者就係你嗰個 ID 卡裏面嘅話咧有50，咁樣就可以咧得到咩半價優惠，又或者就係嗰日咧就係送你免費。冇錯，咁啊嘛，大波。大把呢啲優惠啊嘛，係啊，以為自己好巴閉啊！係啦，而家第一層有人睇到咧，哇係只要有個 E 字同 A 字咧，呢個百貨公司就俾7折我喎，我自己啦，我都有啊，你嗱嗱臨就去買㗎，同埋真係會去睇，點知去到哇人山人海嘅咁樣係嘛？你會唔會覺得好似係你突然間好似天降粒個一個好彩俾你？我都係會啦，好似我尊貴啲嘅係嘛？係啊，用乜二啫？你細個有冇讀過 I E A O U 㗎？用乜二啫？你叫我啊創作10000次呢啲啊，係人都有份。有一定有的，你一看就以為自己獨享，但其實不是，是人都有的。我想全香港90%的人有，10%沒有的。但是有時候如果我見到這樣的場面，我會打對堂鼓，我會走的。不去了，我真的不去了，我真的怕啊。你見到就是的，是啊。如果你說你只要現在在一日裡面限定制，然後有個 A 字有個 E 字，今天買就7折，你上網買就可以了。我上網你一定按的，你一定按的，因為你覺得機會難逢嘛。但我現在真的沒有了這個心機了，我會找人幫我按，我不會自己按，因為你如果你這樣的話，你一定都很難按進去的，不用問你的網絡線路一定都是繁忙的。如果對不住，優惠的東西一定被你按到，他一定拿一個另一個系統給你按到，你買演唱會未必得，你要真金白銀買 iPhone 未必得，優惠是一定得的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我也是這樣說，因為他要做你生意，是不是？還有他總會有辦法令到你會覺得的，就是你如果你第一他一定覺得你覺得自己很幸運，第一哎呀我由 E 和 A 有份，我按進去先，一按就通，哎呀我連這件事都好幸運賣，一按就一定一定要買的，買笨啦。第三就是我如果買多啲先，我撳翻出唔知幾時排唔排得到我，係咁喺度撳，買啦，都得噶啦。係咁啊，上當啦開始。呢啲橋我度咧白條俾你都得啊。同埋有時佢哋真係好衰嘅，就算係咧，譬如可能我有一次我要買有個手機咁先算啦。去到嗰個 shop 嗰度，佢反而冇喎。係啊，因為係新嘅，佢就猛喺度講，佢就話我而家咧冇現貨，但係咧你一定要嘅就係喺一啲嘅佢哋 app 咩 shop 嗰度嘅話咧，就要喺嗰度咧按，如果你按到的話咧，咁就得。佢就話不過好難按嘅，點點點樣知我哋一出到去門口嗰時一按就按到啦。哦，咁你咪感覺上又覺得佢就話佢話好難按嘅、啊，我都按到啊，我都按到啊。咁跟住咧，佢又懶衰嘅喎，我哋去中環嗰間，佢就話咧，而家你呢個名額嘅話咧，就要去沙田，就要喺今日唔知幾多點鐘之前嘅話咧，你就要去嚟攞啦。係啊，如果你唔嚟攞嘅話咧，咁樣咧，我哋就會將呢個機會咧就會俾另一個人噶啦。哇！你又嗱嗱臨屎臨尿喺中環咧。搭翻車去沙田，因為你知道咧5點前咧呢個優惠咧冇嘅話咧就冇噶啦，係啊，就會落咗第二個人嘅手上，就會去到另外一個人手上啦。你聽日咧又要到10點嘅時候呢個時候開始撳，我唔包保你可以撳到噶啦。佢咁同我哋講喎，佢營造到咁難，係咪好乞人憎啊？係啊，跟住去完之後買完之後，我先覺得就係。是不是真的呢？是不是真的這麼難呢？好了，那就立刻又再嘗試啦。到第二招的時候我又去按啦，就一樣按到。你明白嗎？明白。即我已經買了。因為他們捉到你那個呢，就是那個叫做我好彩。
我買到，我撳到啦。我考慮緊買唔買之際，原來我好彩喎。我個決定係啱嘅，我買咗係啱嘅。同埋機會難逢喎。第三嗱，簡單啲，凡係女人，男人唔會中嘅呢啲樣嘢。唔知點解你睇緊件衫咧，執緊啲大減價，呢度一大堆咧，你呢一件衫睇咧，諗緊買唔買之際，啱啱想買翻低啫。有第二個女人一搶咧，你就覺得，喂，哎呀，俾人攞咗添。係啊，你睺佢，你度候住佢。佢幾時買翻低，我就即刻買噶啦！冇錯，我就係咁啦。一俾人哋攞走，哎呀，我都話唔好諗啊，諗乜鬼啫？一買低人哋即刻攞走啦。你根本都唔想買。係，即根本你猶豫緊買定唔買咯？喺你猶豫之際就俾人搶咗啦。咁你係咪覺得嗰件衫？哎呀有冇搞錯啊？我都話靚噶啦。如果唔係唔擺低咪好咯。如果唔係你點會一擺低人哋就即刻揾隻手去搶咗啊？咁啊人哋都覺得佢靚啦。同埋有時你會唔會睇人哋咧搭咗喺度咧？佢哋都唔知要唔要㗎。係啊。但係佢就會搭喺度嗰啲就哇呢個色真係靚啲喎。其實你唔中意啊？呢隻黃色其實 OK 啊。你又相唔相信原本呢隻手搶住睇一睇？我都是不要黃色了，我都是不要了，不過我又心想，一擺低，你見到個師奶一掹走，你就會後悔啊，你個眼就會跟住佢啦，你信唔信咧？佢諗一諗之後咧，睇咗佢轉到好靚，係啊，跟住問。佢一諗一諗一擺低，你即刻搶，你即刻俾錢。係冇錯冇錯。點解你會即刻俾錢咧？係啊，因為我好驚俾佢搶走咗嘛。咪點解你要即刻俾錢先？咪頭先咪 Sarah 嗰啲咯。係啊。佢捉你哋，捉我心態。機會難逢。你會你唔相信你自己嘅眼光，你相信別人的眼光。係啊。同埋你會覺得人哋一揸上手，人哋一擺嚟擺去嗰陣，你就覺得人哋都覺得呢件係靚啊。係啊。即係證明頭先我猶豫乜鬼啊？佢係靚，人哋先埋嚟搶嘅啫，咁樣。我從來不會中呢啲嘅。我試過有一次係件褸已經著上我衫，著上我身，最嬲尾俾人哋搶咗。我試過係，哇！記到今日，記到今日啊，仲要俾嗰個人串串供啊！即係我即係總之我係試緊，總之我著咗件褸，我係試緊嘅。咁喺度比緊，究竟要卡其色啊，要白色啊，要中碼定要細碼咁一路喺度揀揀揀，係啊，喺度揀之際啊，有個真係，唉，真係有個。你又相唔相信咧？佢點解會佢點咧？人哋著上身嘅嘢係靚啲嘅，係咯，咁佢咪埋嚟睇咯？唔係啊，可能個大媽之前你未嚟試之前，曾經佢喺嗰度咧望過。啊！呢件都好似好靚，都係唔好啦，我都有啦。佢見到你著咧，唔抵得啦，唔抵得，係啦，埋你啦。佢而家等你咧，你一除咧，佢立噶啦。咪就係咯，一樣心態啫嘛。我直頭講話，誒唔好意思，呢兩件我試緊嘅。佢咁咪同你講咯，試同買係兩樣嘢，我買。試下點啫？你都未俾錢。係啊。咁佢又啱喎。唔係咁，係啊，他就真啊。試下點啫？你都未俾錢。啱啊。跟住仲要喺我面前要。啱啊。你未俾錢啊？你未俾錢？要冇揚威？上次嗰件誒細碼嘅白色嗰件褸喺度，呢件合唔合啊？問佢質嘅，係啊，問佢質嘅，你做俾你睇，做俾你睇咯。幾好啊呢件，幾靚啊，係咪好啱身啊，好啱身啊，嚇，好啦，著住走啦我。哇！仲要著住走，眼火爆嘅我，焗到我塊面啊，差啲爆血管啦。咩色？佢買咗揀咗咩色啊？佢揀咗白色。你揀咗白色，你唔買白色，因為你覺得要嘅就係啦。哎呀！要卡其色，哎呀，唔好冷啊嘛，呢啲唔冷得噶。仲要嗰件褸好平，300蚊有找，米啦，系啦，我系呢只米啦，我系长布米细，系啦，系啦，唔好冷，唔好冷，真系一冷就嬲啦，一冷就嬲啦，冷嘢就嬲，就嬲啦，你嬲到今日，300蚊唔使有件褸着下，当其时谂乜嘢咧？两件扫晒佢啦，谂嚟谂下就俾佢拣走咗啦，系啦，我死唔死？我仲着得好睇过佢啊，系咪？跟住仲要个佢哋讲。白色靚得嚇，我著走啊！我驚我一拉個拉鏈落嚟，佢都搶我啊！連甩甩都搶走啊！攞個牌，你同我咁樣 scan 我鼻，係啦，我驚，我驚我一拉個拉鏈落嚟，佢有人搶我件褸，行埋嚟同我講，你都咪俾錢。跟住，我等佢走咗之後，我就問嗰個售貨員個老闆：請問頭先嗰件褸仲有冇多件啊？仲有冇啊？中碼全部所有顏色 size 都擺曬出嚟。哎呀！佢跟住講完呢句啊，佢仲要行翻轉頭。哎呀，最後一期冇得買咗啦，我點都唔會除出嚟啦，走咗。你個死人出門口㗎啦！你個死人蘇丹鳳嚟啫，你個咁嘅死人蘇丹鳳，最黑人憎。
生就係呢啲咁嘅蘇丹寶，就喺度玩你。唔知點解呢個世界係永遠中你哋呢啲咧？你哋永遠有優惠啦！你個名字裏邊有你我哋嘅英文字啦，今日你好可彩啦，你就中噶啦，中噶啦，中噶啦！你快啲撳啦！同埋頭先佢買電話一樣啊嘛，係啊，過咗你一聽到過咗時間，過咗五點之後，人哋會攞咗我 quota 喎，唔得，一定快快脆脆。我嗰時候已經兩點幾啦，中環係啊，一定快快脆脆。跟住佢話係啊，快啲啦，你仲要快快脆脆由中環搭車去趕去呢個沙田買。佢仲要嚇，仲要賤到咩樣咧？佢就係話，因為我要嗰個顏色咧，佢就而家已經冇。因為今次咧就出嗰只咧就咩白色，就唔係我要嘅，我家姐想買嘅。咁啊仲話要買翻英國咧，咁啊就誒咁啊仲有因為仲有一個時間嘅關係。如果你今日撳唔到嘅咧，我唔擔保你聽日可以撳到。又或者就係呢位小姐走翻去英國之前嘅話咧，都未必有貨。咁你咪好驚啊！係啦，你咪趕去咯。撳完之後成件事就話，咦覺得好似笨咗喎，係咪真係會有啲咁嘅事咧？唔好講啫。你想唔想聽日撳又有？冇錯，咁樣後日撳都有。算啦，我聽日撳到我已經好後悔啊！你後日唔好撳啦。我真的跟他哇由架車度扁翻去沙田啊！去到沙田仲要排啊！你攞住個 quota， 攞住個 quota 之後，你仲要排一陣嘅話咧，先至有啲人賣你，跟住好快就已經俾咗你啦。哇！咁我就咦，點解所有都咁順利嘅？唔得，我覺得呢件事一定係警訊。有可疑，果然係啊！到第二日之後，再我起身一撳，又咪又撳到。即係總之佢嘅銷售呢個係銷售手法，你會永遠覺得自己好彩，係天下得我有嘅，你就覺得好著數，因為你一擺低之後就人哋著數。冇錯啊！因為呢個世界咧，唔知點解你哋著數嘅人咧覺得。這個著數原本是我的，如果給人家之後變成我不著數，不值啊，我不會的，我真的不會中這些的，我生氣，我經常都說讓你，讓你，你先說著，你著，不行，千金難買心頭好，是啊，機不可失啊，是啊，我都是這樣說，所以你們不是很容易，就是做到生意。